法宝记长者是一位拥有十层大楼的富豪，他无私地大开自家门户，让众人方便出入并取用饮食以及生活日用品。长者因为过去曾经主动燃香奏乐供佛，因此种下善根，布施不藏私，让家宅变道场，获得亲近大众在他的家宅共住修行的福报。正如由新道法师创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，当年就是由善心人士慷慨捐赠管址土地，并汇聚十方善心建馆而成的，让这世界第一座宗教博物馆能够呈现世界各宗教文化的善美底蕴，创造尊重多元、和谐共生的世界。这一天，我和小兔在前往狮子工程的路上，恰巧遇见了想要寻访的法宝记长者。于是我向长者顶礼，并向他请教问题。请问长者，我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行者，但我却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，希望您能为我指点迷津。法宝记长者当下并没有回答我，他只是牵着我的手朝他的住所方向走去。当我们走到法宝记长者的家门前，他才开口对我说：善财呀，我能教你什么呢？只有带你去参观我家，请你看一看我家吧。我张大眼睛仔细观察整座宅院，这是一栋庄严华丽的十层大楼，围墙是用七宝锁合成的，四周装饰着琉璃，屋顶上悬挂着如意珠网，房屋四边广开八个大门，整个空间都笼罩在一片金色的光明中。这座雄伟的宅院上下共有十层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的特色和功用，免费布施给有需要的人。长者领着我走过每一层楼，第一层布施丰富的饮食佳肴，第二层布施衣服，第三层布施着各式各样的日用品，第四层布施珍贵稀有的金珠玉宝，第五层是正德五地的菩萨们，他们心念集中而进入禅定状态，成就三昧，在那里演说正法。第六层有无量实证般若波罗蜜的菩萨正在开示般若法门。第七层看见七地菩萨们都能方便善巧地听闻受持诸佛法要。第八层有无量不退转的菩萨普照一切众生。第九层见到了一生不处的大菩萨。而最高的一层，第十层，则是一切如来的住处。从出发心经历了修菩萨行，到出离生死，度化众生，从发心到成佛的历程中，看见长者如何先从财的布施，而后法的布施，从简单到困难，从狭小到广大的圆满布施，是广修供养的无量福德宝藏。次第分明，层层深入，令我叹为观止。我好奇地问长者：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亲近大众住在一起修行，不知道您在过去是否曾经种过什么样的善根，才能有这样殊胜的福报呢？长者说：啊，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无量光明法界普庄严王佛的时代，我看见佛进城，心生欢喜，就立刻去烧香奏乐供养佛，并且把功德回向三个地方：第一，愿离一切贫穷困苦；
第二，愿常见佛菩萨与善知识。第三，愿能常常听到正法。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缘，所以现在能获得这样的果报。这一次我参观了法宝济长者的家，看见他的慷慨大度，布施不藏私，将自家十层楼都用来布施及供养精进大众，广纳饥寒交迫的众生脱离痛苦，不仅解决了他们生活的问题，更透过学佛闻法来转化心里的痛苦，安身安心，也让众生得到究竟真实的安乐。长者让家宅变成道场，广修供养，庇佑众生。他留给子孙的不是财富，而是良好的家风。这也让我联想到位在台湾新北市由新道法师创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，馆内2000多坪的空间也是由善心人士布施捐赠，提供作为世界宗教博物馆的场馆，让这世界第一座宗教博物馆能够顺利诞生。在这里尊重每一个信仰，包容每一个族群，博爱每一个生命，让更多人能有机会认识世界各宗教的文化与内涵，创造一个让世界宗教能够彼此对话与交流的平台，共同推动世界宗教的和谐共好，一起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。给不仅是一种布施，更是一种供养。就像法宝济长者所做的就是广修供养。从现代意义来说，广修供养不仅仅只是感谢三宝而已，还扩大到对一切众生无限的奉献、布施和结缘。就像普贤菩萨的广修供养，除了要有最好的供养之外，还要有普遍的供养，就是不管有缘无缘，都是我供养结缘的对象。因此在生活中随时随地以我们的身口意都可以广修供养，广结善缘，给人微笑，给人信心和希望，这不是很美好吗？生活中给人一点方便，一点慈悲，一点善意，都会有意想不到的善因好缘的。发现善知识，生活一起餐，欢迎大家和阿财我还有小兔瑞比一起53餐哦。